诉我自己，就是不能紧张，不要有压力，我会尽全力的表现到最好。当时知道要接下广播金钟奖的主持，我毫不犹豫马上答应了。我很喜欢不断地从自己身上找到更多的可能，很多东西你没有试过，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常常有人说我是打不死的蟑螂又吃苦耐劳。最近有一个新的封号，神力女超人。没有想到因为新戏的戏份吃重，每天无止境的拍摄，直到典礼的时间接近了，准备工作也变得很紧凑，同时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变得每天没有办法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决定要做的事情，我希望可以做到尽善尽美，特别是我不希望大家看好的我给了我这么多的鼓励还有帮助而让你们失望。我知道这一次的表现不够完美，但我很谢谢这个月以来所有帮助我的人，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其实很美，能够有这么难得的经验是因为你们成就了我，才能够鼓起勇气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五四金钟，我是李千娜，我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热情，继续往前